单条鸡将中戏团推广布袋戏文化多年，最近前往和平社区来做分享，带领着中者实际体验布袋戏文化，回忆囡仔时代。假期台安尼活动，日后有机会会当多多来办理，让我这边就体验实际布袋戏这项传统的民俗文化。小姑娘家亲手来操作戏样啊，每一个人拢生了真欢喜。这是第三顶和平社区，为着让老大人会使重新回忆早期看布袋戏的热烈氛围，特别邀请顶来陈朝居江中戏团来为中家介绍布袋戏文化。哦，这段时间较闲，我拢啊来我家老爷了解一下。哦，什么红啊？哦，生旦净末唱这五个角色。啊，什么红啊？加什么动作？啊，什么口音？你这老辈吼，自做囡仔，看伊看到这侪岁啊，然后就是报得伊啊，哈，哦，安尼过做，安尼组合，啊，安尼操作，所以我利用这个机会，然后这老大人见识一下。很感谢伊吼，会当来咱社区吼，和咱的这个时代透过着这个布袋戏的整个的流程吼，和大家时代了解着这个文化，啊，甲伊的所有一寡的脚步，进一步吼，会当和时代来耍着这个布袋戏，然后和因回忆着因囡仔时代甲少年时代所看到的布袋戏。布袋戏是国内相当有代表性的戏剧文化之一。更是早期真侪民众共同的回忆，会当亲身来体验布袋戏，对老大人来讲是一个真难得的经验。嘛，期待未来有机会会使带孙仔做回来体验。阮孙哦，真爱看布袋戏呐，转来吼，做布袋戏拢拼无走的。孙公安尼布袋戏安尼感觉也真好嘞，哦，有机会再来安尼啦，甲孙仔再来遮看布袋戏。较早少年是真爱看，迄阵拢做单纯人啊。拢出来咱第三家做戏，哦，啊，这袂歹啦，这算叫做咱的宗教的艺术啥呢？现在会当看到布袋戏的机会是愈来愈少。陈朝居江中戏团利用有闲的时间来推广布袋戏，就是希望有更加侪民众熟悉这项传统民俗文化。记者陈耀昌报道。